喜山村猪肉三个，不是这里，左三角那里，左三角这里，然后啊，这里大理城。好，这边支线剧情也很多，超烦，到时候可以关掉啊。老先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起那人，他失魂落魄，好不忍心。可有晚辈帮上忙的地方？公子好意，老夫心领，不过这事没能帮得上忙。哇，他不理我。好，那个先不要对话。可以关掉，可以。你学会凌波微步就可以关掉了。进哪耍我？因为我根本没包子啊。城下铁铺，我们先去铁匠铺。铁匠铺在哪？晚安啊，铁匠铺。这个字怎么念啊？兴盛于春秋战国，像是一种兵器。符，但彼彼之为长，正是如此。哦，这个我不会念。武艺之源，拳，剑的招式你懂几种？好，这些。就这样，月月哇，你们也太厉害了吧 ！C L Y， 啊，你不是要睡了？我先去左侧的段伯家，就是我们那个我们的仆人要求给他东西的那个人。哎，在哪里啊？哦，找到，找到，在这里。月月月，这个段伯，请问阁下可是段伯老先生？老求便是，这位公子有何事？在下雷震，受雷仆雷叔之托，特来送信。哦，仆兄托信来了，太好了，请雷公子快将信给老求。啊。太好了，想不到多年不见，他还记得我的嗜好，真是太感谢了。不知雷兄信上所说的人翡翠现在在何处？好玉，好玉，真是太感谢了。马上写一封信回给雷兄，信已书好，又劳雷少爷代送了。
好的。雷少爷，这盆十八穴士就送给你了，这可是茶花珍品，要好好珍惜。多谢。我看一下段伯书信。吾游在上，伯儿一切安好，勿念。前些时日为照顾一茶花名种而废寝，今日皆有之幸，有得有之物，事无豁然，便将茶花送于贵府少爷，以其其送信之道，待少些时日再前往贵州访友。OK。别人称为金齿白哀等，我们都是自称太祖，意思就是酷爱自由和平的人。段誉，好心的公子爷，赏你银两吧。咦，又是你？我记得四海才给过你啊。公子爷，像这样大户人家，怎能支偿这些银两？起码赏个500两吧。嘿，你这乞丐，分明假借乞讨之名。行抢之时，你的味头视野太大了。啰嗦说什么？赶快把银两拿来。哎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你切不可执念与贪念，而犯不可弥补之过错。劝你还是老老实实讨赏，要不就存些银两。嘿，一堆废话，快将银两拿出来，再不拿出来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好个恶乞丐，居然如此讨赏。嘿，少管闲事，不然你也吃不了兜着走。好啊，就看你怎么让我兜着走。找死！我应该打得赢乞丐吧？哦，打得赢，打得赢。哇，经验值这么高！哎呀呀呀！虽然我想该向你道歉，但我生平最讨厌这样打打杀杀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善哉善哉。这位公子，你虽然仁慈心肠，但总会遇上刚刚那样不讲理的恶霸。哎，对了，还会请教侠士姓名。在下姓雷，名震，贵州人士。小生段誉，大理人士。多谢雷大侠解围，这大侠之名不敢当，不知关公子要何往。我乃是私自逃家，因我爹老逼我习武，我不愿意，故而逃离家中。原来如此，不过我匆匆出门，银两带的不多，如今囊中羞涩，所以四才那二乞丐要抢讨我的银两，我也是无从给起。不知关公子知不知道马武的马五爷？啊，曾有耳闻。那么段兄肯定听过这位马五爷有赛梦场之称，为人甚是热心慷慨，段公子大可投奔他，马五爷定会热情款待。原来传闻果真如此，那这好不过了，多谢雷兄相助，这下就先告辞了。OK， 这下雷震，贵州人士，请问老爷可有在布告栏留言，需要雷某帮忙？真是，如果雷少侠能帮我完成这件事，我一定竭尽心力来答谢。到底是什么事呢？我希望你杀一个人。在下一向独守仁义，这个忙恐怕帮不上。雷少侠，且听我想杀人是谁，到时再拒绝也不迟。好吧，老爷请讲。我希望你能杀掉府衙的屈大人，他欺压百姓，执法残酷，不通情理。要是雷少侠肯为民除害，我一定好好报答。真有如此酷使？酷吏，酷使，留他不得。有劳雷少侠为大理百姓除害。都不是，我在其他铺子买的。公子请进。府衙中地不宜久留，还请公子尽快出来。我怎么样承担？来者何人？擅闯府衙。
我乃雷震贵州人士，特来取你这酷吏的性命。酷吏，你自认比我胜任这个职位吗？在下只是不懂政治，但我自要以仁德教化百姓。孔子不义云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。民免而无耻，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。有耻且格。”哈哈哈！眼下小小猖獗，世风败坏，若不施予严刑峻法，百姓岂能安居乐业？法令由天子所颁，岂容你随意加重刑法？你已避开所谓，我也难逃一死。但你杀了我，又逃得掉吗？逃得了一死，又逃得了一世吗？没我竟然要杀你，自当没想过活着离开。好汉子，你受雇于谁呢？你将要死，跟你说也无妨。是刘老爷。刘老爷，如果是他，我可要死不瞑目。雷大侠，你给人给骗了。你以为这样说就能逃过一死吗？有人控告尤老爷的相好丁姑娘诈财，我抓来审问，没想到尤老爷却怀恨在心，你一定对人施予严刑拷打，尤老爷才会心生怨恨。我丝毫没动这姑娘半根汗毛，她人好好在客栈，真是红颜祸水。这个姑娘一直跟尤老爷嚼舌根，我就是去找这姑娘查明真相。好，走吧。刚好要去客栈，那就是陶尔的路，陶尔也会在客栈那边等我们。好，客栈。小哥，这可住的一名叫陶尔的公子。哟，想必你是雷公子，快请。陶尔公子已吩咐小的安排座位，请随我来。没关系，你不用觉得烦，我帮你玩。喂，你总算来了，我可等你很久了。咦，姑娘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哈，我怎么认错人呢？你这段化成灰，我也认得你。这苏在下眼拙，实在认不出姑娘。哟，你的眼力还真差，再仔细瞧瞧。难道姑娘是贵中人士？曾到我家中提亲吗？你居然讨我便宜！不不不不，在下不敢，是在下弄错。那么像姑娘如此美丽的人来提亲，我一定记得的。哼，你嘴倒挺甜的，前领迎宾楼之约啊！你是那个托儿？什么托儿？那么难听，人家没名字吗？嗯，陶儿。想不到你竟然是姑娘家，你想不到的事多着呢。陶儿姑娘，那东西别忙，迟早交给你。不过你得先告诉我你从哪来的。是，在下乃贵州人士，不知陶儿姑娘是哪里人。早先姑娘曾诉我苦衷，可否陈述之？雷大哥，陶儿可以这样称呼你吗？可，当然可以。雷大哥。陶儿命苦，打小就没爹娘，只有一个兄长相依为命。可后来家乡无情闹瘟疫，大伙今晚逃难，我和阿兄就从此音讯全无。我为了一路追寻阿兄，扮起男装方便上路，偏偏又欠缺盘缠，只好干那偷窃的勾当。偏有这……哇，原来如此。雷大哥，这是我从马五爷家偷来的东西，现在交给你。连茶经都偷，他们要茶经做啥？这你就不知道。你别小看这本茶经，这可值不少银两的。对了，雷大哥，你如何到马五爷家呢？我离家出来闯荡，因马五爷是我爹旧事，故而先来拜访。嗯，雷大哥，实不相瞒，我为寻我阿兄，千苦万苦都不在乎。我看大哥初出江湖，不知江湖险恶，不如我和你同行。何况大哥弄松了我，便是替百姓除了一麻烦，少了一个偷儿。李大哥，你说好不好？这个其实要选一啦。
不是选一，我要让他加入，所以我要选二。真服了你，你说的挺有理的，不说好也不成。太好了，雷大哥，那弄你送东西回马五爷家，可别说是我偷去的哦。那是当然，我说你是你陪我一同找回的，好不好？那当然好，咱们走吧。夏雨桥，好，走吧。小玉真是姓丁，有什么事吗？听我衙门叫你去问话，他们可对你有进行拷打。没有啊，李公子问这干嘛？既然这样，为何要煽动刘老爷找官爷报复？刘老爷为你这狐狸精雇我去杀官爷，我差点错杀好人。小龙女从衙门回来，根本没有见到刘老爷，而且我也不是狐狸精，我只帮刘老爷管账，账才是刘老爷啊。他当时以为官爷是要他查账，才雇你杀官爷的，那么一直帮刘老爷做假账咯。本来是爹在管，我常闲着无聊帮我爹，爹过世后都全我接手，小龙女才知道刘老爷的账有问题。我曾经跟刘老爷说明此意，可是他岂肯放人？姑娘今天不想为恶，那我来帮姑娘吧。公子要怎么帮呢？到时姑娘就知道了。好，好，再给一次包子，叫陶我就比较好听嘛。哈哈哈。那个包子还真的会消失。薛大人，请坐，在下一拜。方才失礼之处，恳请海涵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我并没有伤害姑姑娘哈法，她却要尤老爷找我算账。官爷，事情定有蹊跷。丁姑娘帮尤老爷管账，并无暧昧关系。官爷拘捕丁姑娘，尤老爷误以为是要查她账，所以便想先下手为强。当真？我一定严加查办。官爷，丁姑娘帮尤老爷做假账，乃是遭到胁迫。恳请官爷不要追究。好吧，我并非铁石心肠之人，后面那些传言是多言过其实，丁姑娘竟非自愿，我定不会追究。多谢官爷，能像你这般知过必改的汉子不多，这五千两请你收下吧。好，你说主角等级越高还是越高了？图那小子，给大爷我站住！干什么？有这样叫人的吗？是不是你拿走十八学士？快快交出来！哼，你这什么口气？少啰嗦，快点东西交出来！你怎么知道我有十八学士？你从那个怪老头手中拿走的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这人看你那么粗俗，哪懂得欣赏这种名贵茶花？给你岂不是浪费？这点你倒说对，我的茶花是我家夫人要的，我家夫人跟这茶花可匹配，劝你快快交出茶花，省得挨我拳头。你家夫人是谁？呸！凭你这小子配知道我家夫人名讳吗？王夫人她是如仙女般的人物，岂是你这种俗人人士？你都能试了，我又为何不能试？至少我已经知道这位王夫人，这位夫人姓王。她不姓王，是我老家老爷姓王。我跟你说那么多干嘛？你快快交出十八学士，听见了没？嗓门别这么大，我又不是耳背。雷大哥，别跟他多费唇舌。这十八学士是段老伯给我们的，他凭什么拿走？哎呀，你这小姑娘多嘴什么贱，小心挨拳头。笑话，凭你。要拿茶花，凭本事，就让我瞧瞧你的拳头几斤两重。好啊，小子，你自找的。他该不会很强吧？还好，还好，他不强。哎，好贵，
你大哥好厉害，他要跟着你就不怕被人欺负了。得了，你可不要捧上天了。为什么觉得桃儿有点花痴啊？啊，走吧，找那个总管。哎，雷公子，你真回来的不巧。哎，老爷昨儿回来，可亲的都出门去了。啊，可是猫爷去哪了？老爷是受邀上无量山瞧那无量派东中和西中五年一次的比剑，还有一位段公子同行。这位段公子刚巧来找老爷，便一头上山去了。无量剑派如何比试？听老爷说，比试是无惨斗剑，赢得三场者为胜。这五年之中，败者固然极力钻研，意图在下界剑会中洗血前耻，胜者也是丝毫不敢松懈。北宗四十年前获胜而入住剑湖宫，五年后败阵出宫，掌门人一怒而率领门人前往伤心，此后即不再参与比剑，东西两宗也不通音讯。三十五年来，东西两宗互有胜负，东宗胜过四次，西宗胜过两次。无量剑乃于五代后唐年间南少无量山创派，掌门人居住无量山剑湖宫，自大宋仁宗年间分为东北西三宗，北宗近十年来于区域四位，东西宗两宗却均人才鼎盛，每隔五年其门下弟子便在剑湖宫比武斗剑，获胜的一宗得在剑湖宫居住五年，直第六年重新比试。OK， 然后我们把路易查经还他。啊，是查经，真是喜讯啊！不知雷公子是在何处找回的，可逮住那头儿？我是巧碰上两个强匪，将他们打败，得知猫五爷失误与他们有关。后来我和桃儿姑娘却寻到头儿，并将失误拿回。啊，你那是之前的桃儿公子吗？难道觉得有些眼熟？哎，老总管，你好眼力啊！原来是姑娘家啊。茶经能寻回，老爷一定很高兴，真是多亏雷公子和桃儿姑娘了。哪里，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就这样，他什么东西都没给我。他什么东西没给我？少爷可见到段伯了？嗯，还带了他回信来，劳烦少爷了。这边是段伯的回信。劳碌感谢少爷。雷叔不要客气。嗯，就这样，好空虚哦。好，就这样。我们可以跟爹说话，看会不会给我们东西。怎么，还不到时候你就回来了？爹，请爹资助还有一些盘缠。我儿啊，你不可以依赖家中资助，既然想出外历练，就该学会自食其力。是，孩儿知晓。这我有五百两，拿去吧。才五百两。可以再拿吗？他不给我了，再拿一次。可恶，还以为可以洗钱呢。孩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还有回来看看娘。娘也甚挂念你，在外头还习惯吗？嗯，娘放心。好，大概就这样了。好了，
今天直播到这边啦、啊，谢谢大家，谢大家的收看，大家都晚了，大家都累了，人变少了。好啦，那我们明天九点半再继续天龙八部吧。希望那个时候不会一直拉肚子。那喜欢我们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